带这首歌曲，真的没有人点歌，想听什么歌，送给你们，好吗？不用客气，不要害羞，不用害臊。好，植入我心，哎，外面的世界，马上着火了。你们从外地来的朋友，台东的朋友举下手吧，台东的朋友，啊，都是外地的，第一次来铁花的举手，好，手放下。铁花村很漂亮哦，环境很优美，酒又很好喝，饮料啊，饮料也很好喝。我现在也不能喝酒哦，我等一下听下一场的时候，我要大力的喝。怎么会想点外面的世界？你现在是在外面的感觉就是，哎呦，从哪里来？花莲的，我很喜欢花莲的。我之前在花莲当了三四年的军人，看不出来哦，雄壮哎。外面的世界送给花莲的朋友，送给你们。你现在唱街头了吗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又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我会在这里等，耐心的等着你。
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花莲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更无奈，我会在这里走心的等着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懂得不摘，当我爱一次释迦和粗鲁牛奶，我很愉快，因为约会你出来。谢谢你们来到铁花村来。谢谢。好、哦、谢谢，我表演这边结束，接下来还有更厉害的歌手，他们是双吉他又会唱，两个都会唱，好、哦、他们的吉他真的很好听，先不要急着离开，现在可以先离开去陪我喝酒。哎，好了，谢谢你们哦，我叫伟涵。下课喽，那我们现在就中场休息十分钟。我们再次谢谢伟涵带来的演出。那如果有喝完的空杯空瓶，大家可以先帮忙放到吧台的侧边，然后再点一杯好喝的饮料。那中场休息的时间呢，大家可以去上上洗手间或逛逛铁花好店。那大家也可以去买海报，那如果有想要签名的朋友就可以到入口处找工作人员报名。那大家就先休息一下，谢谢大家。